今天来说个事儿，明天25号圣诞节，塔科夫到底打不打折？根据我的揣测啊，大概率是会打的。毕竟塔科夫官网的黑边的话还有10天绝版，所以尼基塔应该是会在绝版之前冲一波销量的。但是这个折扣的力度的话，一般都是80啊，顶破天的话也就75折。所以想入手一直没有购买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啦。哇！目前官网限时的黑边，它是免除所有后续新模式的费用的。这个新模式的话，就例如是这个竞技场，它单单一个竞技场的售价的话就得300块钱。所以你们猜怎么着？ Nikita 他觉得亏了，他不卖了。他去完最后14天的跑路啊、不能不至于跑路，他说会上架一个普通的黑边。哎呀，意思就是说我既要卖你们贵的号，又想吃你们新模式的钱。玩家虽然说有点饥饿营销啊，但是我感觉是时候入手了。什么？没条件入手？那早说嘛！评论区啊，随机3位选手28号直接送。啥？有游戏不知道怎么操作？那好说呀，景阳这里提供服务啊，购买、安装、注册、下载，直接一条龙，你啥都不干，直接上手就能玩，而且还提供这个新手交流以及开场地，还有景阳解决各种问题，为接下来的新档升级做好准备啊！估计这个打折的时间的话，应该是3天左右。如果你的经济能力不行的话，赶紧艾特你的好兄弟帮你买。